我总会反复做同一个梦，梦里我站在阳光下，母亲曾对我说过，因果报应，但母亲不该代替我经受这些折磨。偷来的每一个钱包我都会归还，减轻母亲的病痛。妈，你说的对，做好事就会有好报。你看看你现在都可以坐起来喝药了，你的病马上就会好的。等你好了，你就别再去工作了，在家给我做做饭。将来等我结婚了，你就给我带带孩子。给你熬药去了。
最后的这一个钱包，无论如何我都要把它送到。在那一刻，我迷惘过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母亲还是要离我而去？曾经做过的事，曾经爱过的人，我的过去是灰色的，压抑让我喘不过气。走出家门的时候，我发誓，从今以后我要好好的生活。我心里没有怨恨，每一个出现在我生命中的人，我都要心怀敬意的感激。带着你的期望。